吃什么罐头鱼？我小时候都是酱油拌饭。干什么干？帮你找回童年的味道。妈，我吃饱了。妈，我也吃饱了。你到达指定位置。收到。三、二、一，上。两斤卖一元的猪筋。妈，妈，臭小子，你是不是改了我的密码？妈，不可能，你是不是按错了？密码正确。扎你就完了。妈，你老实点。